座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公平聚会实在到达三层天上，来享受这样的聚集，每一位都可以在这边享受阿爸父做我们里面生命的供应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待会会有一些报告，那我们请这个招待的弟兄姊妹们帮我们发这个周讯。那翻到周讯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一同这个。我们一同念这个祷告事项那边的经节，但以理书11:32的下半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。我们再念一次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。阿们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，那我们成为认识神的子民，就能刚强行事。那我们也就需要认识教会生活各样的动态。那以下我们会。交通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全教会的部分，我们可以一同看到全教会的部分的第三个点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一同读到这个，这个，好，到晚上八点这边，那我们一同的来读。全教会分照顾区扩大侍奉祷告聚会，2月21日周二晚上八点，他们分别在各个会场这个会所举行。里面我们需要福音的节期，那我们的福音节期的开始乃是我们的祷告先开始，所以这个祷告聚会很重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祷告聚会里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负担传输给照顾区的圣徒，请他们为我们代祷。另外呢，我们在这个祷告聚会的里面，也是在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那里去，使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实行他的行政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大学组。第一点，我们一同读大学两周福音节期，2月20日、3月5日、周一到主日，在各学区，请圣徒在祷告并行动上一同配搭，以得着更多青年人。我们第二点，大学起初特别交通。27-28日，周一上午8点到周二下午4点，在新圣街会所 A301室，费用300元，请向阮黎明姊妹报名。第三点，那请弟兄。全教会起初福音聚会，3月3日周五晚上7点半，在新圣街会所2楼会场，请圣徒一同代祷。那我们相信我们读弟兄，还有我们这几天弟兄们都鼓励我们要读什么？生命读经。对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是买不到马可生命读经的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到我们的招待中那边，我们可以先帮大家预定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待会这个会后，我们可以到这个报道桌，就是把我们的名字写上去，有订购我们所要的马可福音生命图经。待会上会，待会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，请这个昨天有借这个睡袋的弟兄姊妹，就是借公用睡袋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拿到这个后方，拿给报道组的，拿给住宿组的弟兄姊妹们。那我们可以请住宿组的弟兄姊妹们站起来，让大家知道要交给哪些人。好，相信大家要看到了，都标明出来了。好，阿们。那我们哈利路亚三声，哈利路亚三声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们，有没有补充报告的点呢？好，那我们的聚会先停在这里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就开始是我们的福音节期。那在福音节期开始之前呢，我也盼望再跟弟兄姊妹有些的交通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整个历史上，哪一次福音传得最厉害，最让人觉得印象深刻？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呢？五旬节那一天呢，这个120个人在那里，竟然能够使3000人得救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神迹奇事吗？弟兄姊妹很特别哦，弟兄姊妹，你再想想看，这3000人得救，到底是谁传的福音呢？我想应该是使徒，还有这120位的门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了，这120个门徒从哪里来的？请问一下，
好，弟兄姊妹，其实这120个门徒呢，就是呢，主那时候嘱咐他们呢要祷告，然后呢等候呢从高处来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其实这120个人呢，有男有女，我相信有老有少，他们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跟随耶稣的加利利人，但是呢他们却来到了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那时候耶路撒应该不太容易待，因为呢他们的主刚被钉十字架，犹太人呢在那里起来反对攻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120人在那里呢，我想他们是恐惧战惊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120人有没有想说他们要传福音？大概没有吧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很紧张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弟兄姊妹，他们却愿意聚在一起。那我再问一个弟兄姊妹一个问题，请问他们聚在一起做什么？给帮姊妹祷告，祷告什么？弟兄姊妹想想看，这120个人为什么主能够借着这120个人成为福音传扬的凭借呢？请问他们那时间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想想看，你就很讶异，我相信那天雨旬节的风吹下来的时候，大家其实也不知道要传福音。然后你去看彼得传的福音，根本一点都没有福利平安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说，你们这些人把这个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们这个再不悔改，那这福音是很强的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是福音的力量？我帮弟兄姊妹，我们来领会一下。其实弟兄姊妹，这120个人很特别，这120个人呢，他们是一般跟随耶稣的人。我相信这120个人对主呢有许多的经历，他们也许从主开始禁止的时候呢就跟随了他，像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所以呢他们看见主是这位神成了肉体，他们也看见主在地上生活，过一个非常甜美属人的生活，将一切神圣的丰富从他人性的美德中显出来。所以呢门徒是非常保爱这位主，他们对主的人性美德应该也有说不尽的故事。然后呢他们与主在地上一同的行许多的神迹奇事，末了呢他们亲眼见证主是被钉死的那一位，照着神的话，照着预言，他为着我们罪钉在了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他们经历了主在他们身上赦罪的过程，他们经历了主在他们身上救赎的过程，而且还不止这样，他们在那里见证主是复活的那一位，在复活里来到他们中间，把这个神圣的气吹到他们里面，而且呢主在他们那里，在与他们同在40天就教导他们神国的事，就好像昨天五弟兄告诉我们关于神国的事之中呢，主还在他们面前升天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班的门徒在那里，他们会在谈什么呢？我相信他们只有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。他们在那里谈论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。哎，这位耶稣到底怎么样？因着他的死，我的罪得着了救赎。他如何复活在我的里面，做了我的生命？弟兄姊妹，福音的能力就是因为在于这一班人都被耶稣充满了。弟兄姊妹，传福音最大的秘诀就是都被耶稣充满，充满到一个地步，我相信他们没有别的话题可以讲。如果我看到一定，我就想告诉一定，这位主耶稣有多宝贵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真正福音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福音绝对不是外面的行动，福音是因为我们每一位都被我们这位所爱的主所充满。弟兄姊妹，这段福音节起，我怕福音节期我们不是在做外面的工作，而是让弟兄姊妹这段时间都被基督来充满，让你去想象这位基督，去经历这位基督，再来这个思想他如何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如何今天在我们里面做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你应该有许许多多可以说的，就算你没有可以说的，你的表情也告诉人家你好爱这位基督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不信今天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说，啊，这碗牛肉面好好吃，看你表情真的很好吃，我一定来吃这碗牛肉面，因为你们就是活的见证人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福音就是我们这班人都是活的见证人，我们享受基督，经历基督，我就能够告诉人你要来信这位基督，不是在乎我讲的多好，
好像彼得站起来讲那一番话也不一定。这个当然他讲得很好，不是他讲得不好，但弟兄姊妹，他那段话之所以能够这么的有果效，因为他把基督成立出来，而且那120位的门徒、11位的使徒跟他站在一起，都来证明这位宝贵的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弟兄姊妹，福音节你绝对不是我们去外面好像很劳苦，当然我有劳苦一面，但弟兄姊妹，你们一定要被基督充满。所以呢，每次福音节期一开始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享受主，千万不要祷告说主啊，今天给我五个人，没有五个人我就不回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祷告当然可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用这种祷告成为你的压力。如果你祷告五个，那我要不要祷告十个？弟兄姊妹，这种就是彼此的增进。但弟兄姊妹，真正的福音不是增进，而是同心合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都被基督充满，而且非常的享受，非常的喜乐的出去传福音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每次传福音之前都能够来在一起的享受主，来在一起好好的祷告，然后好好的呢在主面前有一种的清理，好叫主能够充满我们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这次我们学到许多祷告的秘诀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很留意，祷告呢我们乃是彼此对加，换句话说我们在祷告里面就在那里彼此扶持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团体祷告最宝贵就是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吗？可能我刚开始灵有点软弱，但弟兄姊妹祷告就加强我，我也跟上去，我们就彼此加强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之所以能够同心合意，因为我们在灵里是彼此扶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出去传福音传得好坏无所谓，我们要彼此扶持。有些人可能只是头一次传福音，他觉得我都不知道讲什么，他没有关系，你甚至讲一句耶稣爱你，其实我们都要一起的扶持。难道耶稣不爱你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传福音我盼望呢我们满了彼此扶持的光景，当有人在那里传讲，我就在背后为他祷告，我觉得我能够补得上，我就赶快补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同伴就在你的旁边。那个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得着建造的材料，那传福音的过程我们当然要被建造在一起啊，不然的话我们传福音不就传假的吗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所以福音节期是我们建造在一起的机会，应该抓住这机会，多和同伴有祷告有享受，我们就被建造在一起。人拒不拒绝接不接受还没有，不是真正的问题，真正关键是我们要被建造在一起，因为神的经文的目的就是要建造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居所。好吧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渴慕建造。 Amen， 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你要宝贝你周围的同伴，可能他这一次已经鼓起很大勇气来传福音了，你就要好好的扶持他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跟同伴们彼此学习，我们愿意呢，我们都成为主生命流通的管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出去传福音之前一定要享受主。那你出去之前要享受主，你每天早上当然要享受主啦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每天早上呢都要来享受主。所以呢，我帮弟兄姊妹，反正这段时间弟兄姊妹的诚心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只有个人，也有团体的这一面，我们真的是愿意同伴一同的来经历基督的丰富，还有身体之间彼此的供应。然后呢，每次出去之前，千万不要忽略出去前的那个祷告。我帮弟兄姊妹啊，你能够享受到地步，你就去跟人唱诗歌，人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喜乐。既然有些人，既然这世上有人唱歌不一定很好听，但是能够唱这么快乐，这只有我们这班基督徒。所以唱诗歌不是因为唱得好听才去唱诗歌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从来不知道唱诗歌有多快乐。你唱 KTV 唱了一年两年，对不起，你没有我唱一首诗歌这么喜乐。有人也没有这么把握呢。所以呢，你们呢就能，我们就能够放胆讲说神的话，而且不只是我们，所有的圣徒也都跟我们站在一起。所以就准备好好享受这次福音节期。所谓福音节期的第一，我自己被福音充满；第二呢，我能够将福音供应给人；那第三，我们因福音一同的喜乐。那这才叫做福音节期嘛。好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福音节期了。福音节期的中心就是这位基督，然后都能够被这位基督充满，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流入并供应基督。好，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呢，既然呢我们要盼望被基督充满，
所以呢，我也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深处呢，常常的学习与主有交通，只是每次的行动呢，都不是外面。每次主在外面能够有一点的作为，都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得着了更多的地位。我怕这段时间你跟主有一种很好的关系，你愿意向他敞开，你愿意在他面前再有些的倒空，好叫他能够更多的来充满我们。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，该清理的要清理，该对付的要对付。目的呢，不是只是叫我们好像，其实主绝对没有意思要责备我们。他责备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在他面前，所以我们要好爱主在我们里面每次及时的说话。那第二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放胆。当这个要传，该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消灭那灵，因为呢，主是活在你里面，你只要简单的与主配合，我想呢，主就在那里加强你。那弟兄姊妹也不要太觉得说，人怎么都不听。其实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，三个城都没有人听他，所以呢，有时候真的是人不听我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要有相信，当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就有个印象，这里有基督徒，这是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呢，在这只要一个地方有基督徒，那里就有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也不要小看你在那里发福音沾沾。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周周天天去发福音沾沾，这个人第一次接福音沾沾就说，没事，再接了一次，又是另外一次的。接第三次才奇怪，这城市怎么这么多基督徒？他开始，基督徒，看他那么喜乐，我是应该认真的思考一下。刚才当这个城市越多人在传福音，这个城市这个黑暗的势力就越来越少。我们的传福音就在改变这个城市的属灵风气。千万不要小看说我们这样周周处、周周传、周周传。我能够见证啊，自从我从印度回来台湾之后，我们这几年。弟兄姊妹竭力传福音，我可以见证现在台湾的那个属灵空气比以前好的太多了，因为我们基督徒都出来做了神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盼望呢，我们这次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高雄的蛮害不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消除属灵的蛮害，就是借着我们在那里的传扬神的福音，让高雄呢能够有更好一个属灵晴朗的天，在各校园呢有一个属灵晴朗的天，就不是看见神人子坐在宝座上，这般属神的人也与主同坐宝座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希望你们享受要来的福音节期。好，明天我再提醒。第一个一定要享受主，第二呢要同伴彼此扶持，对不对？福音的结果要使我们被建造在一起。好，对不对？我末了呢也盼望，因为今天我们人来得很整齐，我们再给弟兄姊妹是不是各学区呢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待会呢还有一点的宣告，对吧？好，就是我们再交通，我们再确定一下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敢求敢想，求主祝福我们，因为呢这不是为着我们的成绩，这乃是为着我们能够被建造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呢福音节期完你都能够做一个见证，我与弟兄姊妹更多的建造在一起，我想呢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。那待会呢我们还是原则上我们是有一个请分一下学区，那这个学区呢我请弟兄姊妹另外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就是呢我们想要统计一下，就是说已过呢我们都有主日，还有福音出访，还有牧养出访电访，还有被牧养小孩人次受浸人数的目标，那呢我就把这张发给各学区，请弟兄姊妹就着各校能够预设一下，能够在主面前寻求今年本学期的目标，好不好？这目标呢就能够写在上面，譬如说高一大弟兄姊妹们请举手，站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好。所以呢待会呢就麻烦你们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，你们今年呢盼望主日人数能够有多少人，然后呢你们周周福音出访有多少人，牧养呢有多少人，然后盼望被牧养的有多少人，小孩多少人，然后盼望其实学习受浸人数多少人，都能把它写在这上面，好吧？好，我们有点交通，所以各学区各学校都有这样的交通，请大家预备一下。那另外呢，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有主日的点名，所以呢请弟兄姊妹，我把这个点名表还有各学区都发下去，我念到的弟兄姊妹呢请有一位来代表，好不好？男子学区，
大寮学区、文化学区、文化学区、寿山学区、后裔学区、奇美学区、奇美学区、昌裕学区、昌裕学区来、内埔学区、大社学区、右昌学区。那我也把这个神人生活操练发下去，因为学期开始，盼望大家都开始神人生活。内埔学区有几个？来，大社学区姊妹之家有几个？大社学姊妹，右昌学区姊妹之家，右昌学区姊妹之家，右昌学区弟兄之家，昌裕学区弟兄之家，后裔学区姊妹之家，后裔学区弟兄之家，奇美学区姊妹之家，奇美弟兄之家，以奇美弟兄之家，文藻姊妹之家，昌裕姊妹之家，男子姊妹之家，男子弟兄之家，文化寿山姊妹之家，寿山五楼弟兄之家，寿山四楼弟兄之家，最好整栋都是弟兄之家。好，到我们内埔姊妹之家。好，那呢也请我该待会念到学校，请学校有一位来代表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昌裕学区有一位代表，昌裕学区，昌裕学区。后裔，后裔学区，文化学区，文化学区。那个男子学区，男子。大社学区，好，实践，实践，寿山学区，有没有高参的弟兄姊妹们有来吗？高参，啊，没有，那大寮学区，右昌学区，好。有屏东市的丢姊妹来吗？没有。那内埔学区。好，好，那丢姊妹呢？我们现在时间是11:21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给丢姊妹10分钟的时间。我们已过其实有些目标的宣告，也让今天所来丢姊妹同一个学区都知道。那待会呢，我们还是每一个学区有2分钟的宣告，好吧？可以吗？跟赛程一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是不是？好。我们是不是请啊？好。那就这，我想呢，我们是不是请这个昌裕学区的在这边？啊，东区的东照顾区这边在这边，后靠那边哈。然后呢，东区跟南区还有屏东的在这边，西区跟五区的在这后面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自己招聚。我们呢，现在是时间是21分，我们40分的时候回来，可以吗？我们就有各学区呢福音节期的宣告，好吧？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开始呢，各学区有点的交通。